大哥秀，袂安怎？小龙刚好。小龙真好啊，工程即几工一直在赶工，咱的货嘛出甲差不多啊，目前工程剩的货大概2500平左右。好，安尼，甲这查询卖了就好啊，后一期再要出啦，到时阵阮才会确定新的品。哦，小龙绝对如何啦？好。即个哦，咱就阿帮到三哥，做了确定，大伯关店，咱家做啊。 真正我靠我嘞，我偷一个公道。你想要领钱的啦？内底有发生什么情况？我当唔知啊。你去香港弄走入去，万不一哦，不然出了走去是袂安怎？你安尼啊，一定弄破我啦。是啊，我讲了无唔对啊。我烦你啦，咱做位离别，啊，我甲伊话先趁钱啊，得，看安怎哦，这个拍算。有啦，安尼讲嘛是有道理。你骂我呢？来啦，你是野兽啊？嘿，歹势啊。 我是伫咧杨氏阿伯斗光碟啊，啊是有人介绍啊，我唔才会来。吓，我想要将一个恁只到白大哥秀的光碟。阮只无咧送卖，阮拢做批发，你紧走啦。无啦，阮就是来只买大量的，唔才来催你。拜托，拜托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哎呀，安尼啦，拜托啦，好不好？啊无恁多等者，我也不走，我咧甲伊问者吼。好好好好，麻烦一下哈。 国家家哦，真正是盗版光碟的工地。哎呀，之前要处理啊，我公安是告别破啊，这种代志啊，搞警察处理个妥当。一定要给他查到，同时也去关。是。因公被被警察。哎，你落车。 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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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，大家应该拢无在吃啊？有啦，还要吃好好讲者，完了吧？啊，我紧啦。哎，阿七哥，你唔识哦？这样老大，教阮世界财产量稳稳啊！我乖哦，我乖条干要靠比领导的光碟。对啊，阿恁怕什么啦？处理啊？当然是你阿皮啊，问我清楚，是不是用过金素衣来靠比光碟？我乖哦，先加伊，阿哥我再回啊，上等的财产听，再来怕什么？